你再试一下。我跟你讲，大米，你要有信心，明白不？你使劲喘，你收腹，你收，你使劲收。是原来那个地方开了吗？哦，后边也开了。刚子哥，准备好了吗？我要敲门了啊！赵刚子，哎呀，我不去。刚子哥，哎呀，我说了我不去。赵刚子，你看你干啥？哎呀，咋还跪下了？行，我去。我不去，你看，我都说了我不去，我真不去。你看你哭什么？你怎么还跪下了呢？你快起来！我去不行吗？我去。干啥呢，大妹姐？在这敲门玩呢？不是我。现在万一有人敲门，我这对答如流，我不是练练？赵刚子，你在那干啥呢？一句话不说。我看你表演呢。我你都看着我，我能还有表演空间吗？我不是黄，我是这个意思。我是想，你说咱俩这么完美，这么优秀，咱俩中间选一个，这太残忍了吧？可不嘛，刚子哥，还用我俩选吗？你选不就完了吗？是没法选。我跟你讲，黄小黄、金大美。你们拍拍良心说，当时选你们当主持的是不是我？是。知道我为什么选你俩吗？那是因为我俩优秀呗。因为你俩是咱们小区里边最能白活的两个人。白活不行，我这最多笨呢。白石塔，白石搭，白石搭白塔，白塔白石搭，搭好白石塔，石塔白又大。山里有个寺，山外有个市，弟子33，师父44，33岁的弟子在寺庙练字，44的师父走33里路，要去城里边办33件事，33岁弟子在寺里花了44个小时练了33个字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黄啊，大美啊，我跟你说实在话，你俩这进行了充分的准备，非常优秀。这样，我跟你讲啊，你俩必须去主持，我一会儿马上给导演打电话，你俩必须上。你俩要是不去的话，我也不去了。我跟你们站在同一战线上。哥，你太有意思了。导演来电话，我跟他说。哎，导演呐，哦，你先别说话，你先听我说。导演，我觉着他们两个人必须得上去主持。为什么我们主持晚会的时候一定要一男一女呢？而且他们两个人非常优秀，进行了充分的准备。关键是他们有一颗做公益的心，我们必须要支持。你如果要是不让他俩去的话，这个主持我也不去了。哦，我可以不用去了。啊，哦，你们导演组商量了一下，采纳了我的建议。我那建议有的时候可以不用采纳。啊，要外请一个节目主持人，辽宁卫视的著名主持人于洋。哦，于洋不是在参演《欢乐范美丽》吗？他有时间吗？哦，他说要做公益，他非常愿意。行。没事儿，我没事儿，导演你放心吧。好，好嘞，导演，没问题了，你们两人去主持，搭档于洋。哦，你没事儿了，是吧？那就给我俩当助理呗。是，那箱子该拎就拎上呗。洗发水拿上啊，我要喝热水，来方便面啊。是，辣椒酱啊。哎，那个我还得去坐个大椅子啊，快点啊。哎，我的妈呀！是啊。这折腾来折腾去，把我自己给折腾没了。导演组还说采纳我的建议，这导演也不咋样啊，一点主见都没有。哎，大米啊，啊，裙子已经穿进去了，但是脱不下来了，脱下来裙子就废了。没事，浪费不了，回头咱改一个窗帘。对，放心吧，大米。小米粒儿，你跟大姐夫说实话，这个白眉大侠。他是不是威胁你？你别害怕，有什么事跟大姐夫说，大姐夫给你扛着。范明亮啊，这老头是不是花言巧语的哄骗了你？那都是套路。对，你二姐夫就是发明套路的人。对，我谁发明的呀？我这不是实话实说吗？小米粒儿，小米粒儿，你图的啥？图的眉毛白吗？还是图的有钱？你别胡说八道啊！
我告诉你，俺们家小美丽不是这种人。王小倩，你以为我们家人都跟你似的呢？她到底有多少钱？你们都这么想我是不是？好，我就是图她钱了。看看，我说对了吗？看看，是吧？你告诉我对了吗？别吵吵，这哪还吵吵出颤音了呢？小美丽啊，你不怎么想的呀你呀？啊，她跟你不合适。你这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吗？你要这样的话，你还不如找王小倩呢。王小倩也比牛粪强啊！你啥意思啊？我还不如牛粪呗？不是，你先别说话，牛粪要说话，说吧。小美丽和这个小白梅也就一定了，是不是？你俩表个态吧。俺俩态度很一致，不同意。哎呀，可惜了啊。我这儿有一堆银行卡，每张卡里啊有10万块钱，一张卡呢是我一周的生活费。我刚刚还想呢，你们谁要是支持我呀，这个我就送给他。等一等，小米儿，你们两个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？二胡子，没看出来吗？结婚照都拍了，都拍了，都拍了，都拍了。这张卡买你弟弟。你看来了吧？啊，赵副经理啊！哎，田经理，问你点事儿啊。啊，平时你们家都谁洗衣服？那个，我洗的衣服。你闲的呀？啊，那衣服在盆里待着好好的，招你惹你了？你没事聊着他干啥呀？那个田经理啊，今天这衣服还确实不是我洗的。那你告诉我，今天这衣服谁洗的？我洗的。洗得好啊，小美丽。咱们女孩子，不是你们女孩子就应该养成爱劳动的好习惯，非常好。你刚才不是说洗衣服不好吗？洗衣服有啥不好啊？问题是晾衣服的。大瓜子，哎，今天这衣服谁晾的？也是我晾的。晾的对。小美丽，天这么热，那衣服洗完不晾不馊了吗？主要是晾衣服这个地方。赵刚子，物业说没说？3令5申强调，不让私自搭晾衣架。怎么着，物业副经理这点事儿传达不到位吗？是我错了，我下回一定改正。我再说一遍啊，以后规章制度绝对不能破坏，再破坏的话，我跟你说，大姐夫可是容易发脾气的啊。笨笨，你这么说呢？大姐夫啊，你消气啊。哎，大姐夫，哎，这现在是什么职位？我啊，我当物业副经理啊。那你怎么跟业主说话呢？啊，跟业主说话好好说，和颜悦色，知不知道？你说就你这态度，我能不批评你？去去去，我烦也烦你啊！大姐夫过来啊！谁呀？跟谁俩整一下呢？他干啥的？不是，这我们单位的经理。你现在在哪儿呢？在家呀。那你怕他干啥呀？你在咱们家什么地位啊？大姐夫啊。对呀，你大姐夫啊，他呢？他是有可能是咱未来的三妹夫。你先别说有没有可能，就算他现在是咱家三妹夫，你俩中间是不是还隔个二呢？是啊，是隔个二。对呗，那你怕他干啥呀？你这个时候你这么惯着他，你信不信你要给他惯出毛病来，以后俺们家钱顺风左边给你挖坑，他在右边就敢给你埋土，你还能有出头之日吗？是好。还是哈，捞他！田妹妹，啊，捞你！什么玩意儿？那个，你在家里边，你对你大姐夫是怎么说话的？你对大姐夫什么态度？大姐夫，那个，有什么吩咐？隔着二过来。那可不，隔着二太难听了。三儿过来，
这不就好听多了吗？大姐，我跟你说啊，未来的妹夫，哎，以后你对大姐夫你得客气点，是不是？是，以后你真进了咱们这个家，你就是我三妹夫了，你得跟榜样学习，跟好人学，你别跟钱胜峰学，你知道吗？天天递个铁锹给我挖坑。哎，听见没？我那个不拿铁锹挖坑，我主要找你是谈工作。经理请指示。大姐夫啊，大姐夫，你说那个，啊、我知道田经理，这事确实是我们家的。行，你松手。我说这个弟弟，我得说你两句。这男人呐，就得大度，不能小肚鸡肠的，是不？你喜欢这个女人，你用心认真的对待她，是吧？让她心里装不下别人，只能装下你。结果这家伙人家和别的男人说句话，你狼哇的追人家，这啥玩意儿啊？我看你应该到医院找个大夫给你好好化验化验。他化验什么？化验化他是不是纯爷们儿。对，说的对。你说说你要追我你就好好追呗，是不是啊？我不就是前天买碗的时候多看了你那么一眼吗？至于吗？你跟我才几天啊？老王大哥，啊，过来，咱俩都多少年了？兄弟，我这没见过你，不是，我是说咱俩邻居多少年了？哎呀，妈呀，你得吓死人了你！你怎么能这么小气呢？这不让说话呀？说呀！我不是这意思，我咋？我这不是卖碗吗？我他这门口看着了，我跟我这样家，我就这不我这和是吧？这完事这不俩人这不方便吗？我这找我大伙一块就咔咔的这样，完事就。对吧？你说我说的，你咋听不明白呢？哎，这大兄弟，我好像听明白点儿。那个，你的意思啊，你通过卖碗看着大美就喜欢上她了，是吧？啊。然后呢，你想和她单独沟通又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想组织一桌麻将。哎，他这什么意思？三缺一呀、啊！哎呦我的妈！你干嘛？哎呀我的妈呀！掌握一门外语有多么的重要啊！明白了，那咱们大伙就帮他跟大美沟通沟通。对，打麻将去。打麻将，走，打麻将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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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嘴咋那么笨呢？真耽误事儿。打麻将，他表述的不是很清楚吗？都听懂了。打麻将，我扎了个局，你们不是你等会儿那个什么，我来伺候局啊。你放心，大姐夫这波里边有几个优秀的女人。哎，小刚子，啊，你个干物业的，你那有什么优秀的女婿啊？哎，小米粒儿。好货都在这儿呢啊！好，俩姑爷啊，听好了啊，今年要是把你小妹给嫁出去，年底妈给你们重赏。好嘞，妈，放心。你看这个小伙子怎么样？啊，你看看这个，哎呦，帅呀！哎呦，真行哎！这大高个哈啊，他干啥的？妈啊，他可厉害了，我的妈！他是干物业的。厉害了，我的姐夫哥。什么呀，一个干物业的，你就是干物业的你。哎呀妈啊，看这俩啊，身家过百万的装修公司小老板，我给他管上。数学、物理、化学三个中学老师压死你。你这哎，三个 4S 店老板，三个快餐店老板，带上两个小老板，飞机。哎呀我的，税务局、工商局、文化局、教育局四个副处职的公务员，炸弹！就这你就能炸死我了？看着，哎，外企公司的老板，看见没？大猫、博士后、小猫、火箭，你们这俩孩子是给你小妹找对象呢，你还是在这斗地主呢？就是，你说你们跟这瞎掺和啥呀？我自个儿的事不用你们管。哎，回来，这样你去哪我也把你追回来。这还气人不？你说您别着急，让他去吧。
啊，咱们今天呀，就是进行试探性的进攻，先炸他一下，嗯，是吧？让他警醒，然后呢，说不定他这个小心情啊就有波澜了，对吧？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我觉得呀，妈，小米粒是不是已经有男朋友了？啊，你说这孩子他也不跟咱说呀。两天不练内行知道，三天不练全世界都知道了。哎呀，张老师啊，就您这个水平是不是收入不菲啊？对，这多少钱？低俗，不要总跟我谈钱好吗？像我一般呢都是在五星级酒店给国际友人以及我们的同胞们演奏，哦，一般都是200万，而且演出结束之后，大家还意犹未尽呢。哎呀，张老师，太好了、啊、我就想跟你商量这个事儿。说，您看您晚上回来以后能不能再加演一场？哎，什么意思？是这样的，这个街坊邻居啊都非常喜欢听您的演奏。哦，他们商量了一下，只要是能听到您音的这几家，大家凑一凑，一场呢给您20块。住口！你这是在侮辱我，侮辱我的艺术。区区20块，就想聆听我悠扬的音乐吗？门儿都没有。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这个小区里再也听不到我悠扬的琴声了。我不砍了。是，张老师，您别太激动，要不再给您加一块。闭嘴。在我们艺术家面前不要跟我谈钱好吗？哎呦我的妈呀，大姐夫，哎，太悬了。怎么的？你万一跟他说20块钱一场，好的，你怎么办？没事，我就跟他说几家商量一下，20出不起，只能给6块。我的天哪，你这太能骗了。哎，你骗着他还相信呢，你看。那当然了。这怎么能骗人呢，你说这。你看这必须得骗。啊，这叫善意的谎言。啊，你要直接跟他说街坊邻居到物业来告他来了，啊，兴许就产生抵触情绪了，那搞不好就闹起来了。不是，我就纳闷了。啊，我前任峰我觉得我够能骗的了。但不，我骗别人都不信，你怎么一骗就信呢？你当然不行了。啊，我跟你不一样。啊，我是正义的代言人。大姐夫，哎，有个事儿我正好麻烦你呢。你说，这不我们公司承办咱们这一片的歌手大赛吗？啊，咱小姨子小米粒儿也参加了。哎呀我的妈，哎呀，小米粒儿唱的鬼哭狼嚎。
我也耽误了大家不少时间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既然来了，就把这当家一样，吃了再走。哎，哪有菜呀？这不有蛋糕吗？啊，对，有蛋糕。哎，那王小倩也不过生日，蛋糕我拿回去退了吧。哎，行，你这是说我今天生的，我就今天生的。王小倩，你可真行啊！一年骗我俩蛋糕的你，吃吃吃吃吧吃吧！我今天过生日，我坐中间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坐中间。祝姐夫和嫂子永远幸福。那个，冒昧的问一句，你是哪个大学毕业？我这现在啊，可跟咱当年的时候不一样。咱那时候爹就是爹，儿子就是儿子。现在说是我女儿，其实她是我奶奶。老哥，爸啊，说正事儿啊，对，说正事儿啊，老哥啊，兄弟今天有事儿相求啊。啊，你别，咱们哥们还啥求不求的？你这么着啊，晚上在这吃饭，喝完酒，咱俩再聊。哎，因为我儿子今天呢，哎，你放心吧，有什么话咱喝醉了再说啊。爸，爸，坐下吧，要咱走吧。走干啥呀？那你说一会儿小米粒出来了，跟大米粒长得一样，咱还咋走啊？你这孩子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人家有仨姑娘，哪能长得都成一个模样啊？嘿，别，人家再者说了，这胖乎乎的有啥不好啊？啊，你说你这样的都相不中，你还想相中啥样的？嘿，你说他……行了，人家说是你孩子的，有爸在这儿，闲不住你胖。棒！哎，你今天跟我说说，你到底相中啥样的？我相中那种高高的、瘦瘦的、眼睛亮亮的、智慧多多的，穿个小虎皮裙儿，手里吧还拿着一个小钢管儿。你拉倒吧啊！还拿钢管的，小皮裙儿，你说那孙猴子？孙猴子也行。儿子啊，跟你说，嗯，你就找一个踏踏实实的能跟你过日子的就行啊。你说咱都这样了，咱还挑别人呢？你看你那牙长得都快掉地下了。爸，你说啥呢？谁牙掉地下了？我牙大怨我呀。那我妈不比我牙大呀？你不也跟过一辈子了吗？怎么的，伤着你了？老哥，老哥，马上菜就好了。哎呀，你别做饭了，我这会儿哪有心思吃饭呢？跟你说点正事儿啊。你说说。哎，老哥呀，你也知道，你说从我爷爷那辈儿就四代单传，你说我都这么大了，我呀就想抱个孙子。这没错，想抱孙子。嗯，那你是没抱上孙子，你要是抱上孙子，你就成孙子了。真的，你看我这一大家子，你要实在想抱孙子，那你看我行不？大爷你真逗。哎呦，我咋抱得动你呀？哎，这样老哥行不行？你呀把那小米粒儿叫出来。意不意外？开不开心？急了，痛沾地上了，脚沾桶上了，手沾把上了。你说你出了啥主意啊？呀，你非要我把脚抬桶上，你看沾上了吧？要不把脚抬桶上，我现在脚还能动。呀呀呀呀，赖我呢？不赖你，赖是你买的胶不？你赖我干啥呀？我也没让你抬上的呀，哥。我有点害怕呀。你怕啥？太黑了，你说咱俩能困死在这儿不？困死是不会的，饿死是一定的。我老怕饿了，哥你看你。哎呦我天哪，说盯你俩好几天了啊，总算被我抓着了。你俩这是啥造型啊？夫妻双双把家还呐。树上的鸟儿成双对。你傻呀，唱啥你心真大呀。关键这歌我会呀。
你咋不会闭嘴呢？你给我闭嘴吧。今天你俩挺厉害呀，见着我都不跑了。我俩又没干坏事，跑啥呀？对呀，我想跑就跑，我不想跑就不跑。说啥？我累了，我俩跑不了了。嗯，有我在，你还能跑得了了吗？怎么的？今天又来贴小广告来了？没有贴小广告，你看哪有小广告？你看哪贴了小广告了？没有吧？没有小广告。这儿呢。我没真问你哪有小广告啊？那你咋没说呀？你咋不把嘴粘上呢？好悬呐，差一点，我刚才甩胶的时候就差那么一点。我拉倒吧你，那个物业大哥啊，是这样的情况啊，那个小广告呢，我们是带身上了，但我俩不是没贴吗？是，今天还没贴呢，以前那些不是你俩贴的呀？不是，是，不是。默契、啊、那是不是你挤咕一下，你这样一下也行啊？拉倒，你爱咋地咋地。大哥呀、我说实话，我俩真是贴小广告了，但是还没来得及贴呢。你看你罚俩钱得了。钱都可以不罚你们俩。妈呀，咱今天必须得把所有小区的小广告给我弄掉啊。我闭嘴、你看你就不懂我们，这玩意儿贴好贴，咔嚓老费劲了。你还知道费劲呢？啊，你说你呢？不是，贴用一秒钟，我抢得抢一小时，知不知道？我告诉你们俩，整一地什么玩意儿？胶，大力胶，大力大力大力出奇迹。兄弟啊，他是不是粘上了？是啊，你不要逮我们俩吗？对呀、来呀，来吧，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，快脱呀，反正有大把时间。我来了，你给我整那没用的啊！告诉你们俩啊，不管想什么办法，必须把这小广告全给我弄净啊！这么好的环境啊，都让你俩给破坏了吧？走。这胶是真挺粘呐，今天刚换的，哥啊，手粘上了，看到了。刚才他咋跑的？脱鞋。那咱俩都有人做示范了，还在这干啥呀？你这他那招啊，我早我就会。那你不早说？我这鞋花200多买的。哎呀，我说兄弟啊，你做的挺仔细啊。还行。那你在这待着吧，我先走。回来。我不脱你能走吗？那你脱呀。你先赔我双新的。行行行。哎哎哎，真当我不存在呢？啊。告诉你俩啊，你俩嘚瑟，这只手抓你俩。哎，不是，哎哎，哥们，哎哎哎，你看这儿，你看这儿，一二三，哎哎，粘上了，换屏吧。你俩咋这么损呢？你不要逮我俩吗？不是，来呀、啊，过来，来呀、啊，过来，来呀、啊，摸一下。别啊，就你那样你啊。你不是不让我俩贴小广告吗？对，是吧？我俩还就贴，没错。